2019年在2月15日，伊当这是要做总理的时阵，有一挂特会有关单位，甲要甲天皇见面，天皇要见面，不是讲我要来见就要来见的，袂遐简单，你要特会有关单位来安排，通常是拢头半年的时间。 即个习近平特会翻译，甲天皇见面时，伊讲安怎？伊伫2009年迄阵，中国经济失败，伊甲天皇讲，是毋是阮即摆中国经济有较好，你会当上台湾来支援？即个当讲24分钟。 但是天龙伊嘛特过这个翻译，甲伊甲这个习近平讲，讲阮风作啦，有史以来阮无得卖，无得卖物件就对了，物件若是阮来讲无得卖，啊即嘛无得卖，习近平伫遐谈论24分钟了，啊那物件人都无得卖，你坐当遐，你要做啥？所以讲边仔无人走， 这是这个意思，好来，咱即马咱即个吼来讲即个法律诶，即个台湾甲政治诶台湾，啥物叫做政治？啥物叫做法律？政治又分做两种，第一，伊是一个名词；第二，伊是一个形容词。你像咱今日读过即个法律了后，受过即个法律诶洗礼。 啊，等于咱嘛正有自信，咱要甲咱亲戚朋友，要甲伊分享，即个内容，咱今日来伫台湾面前有上课，我知影啥物货，啥物货，啊，等于要甲伊讲的时阵，咱的亲戚朋友话人讲，伊若有认同，你讲安尼有理，若无认同的时阵，伊会甲伊讲，无可能，啊无就甲伊硬讲。 啊，即上座拢小讲，即种，即就是咱所讲的资源回收人，即种意思，要咱解释就是讲，食饱等死，即种人，叫做资源回收人。主张毋是讲你一定爱去插政治，去参与政治，但是你爱捌政治，啊，你若毋捌政治。 你即马换互政治来甲你插的时阵，歹势就是像即马，后是，安尼，我叫你纳税金，你就是爱纳税金；我叫你做兵，你就是爱做兵，就是变成安尼。所以讲，咱爱去捌政治，咱毋免得去插政治。台湾政府以后，每一个政务官，你拢爱知影，咱爱做一个。 有政治良心的这个政治家，进目前后世来底，你讲找一个有良心的，无可能。大家拢为着啥？为着利。有两项啊，免讲咱就会。这是伫中国人的教育所产生的。 第四，咱即马本土人嘛是像安尼学安尼做，一项嫉妒，第二项贪，即免人教就会晓，啊，这是咱台湾政府内底，咱一定爱改变，搁再改变，教育搁再教育。伊本身，我要甲恁讲，你要甲人讲，本身爱以身作则。 你爱家己做好，你才有法度通来教育别人。所以讲，我过日本，我过即三转，我拢抱着考察的心态、心理上，咱来看讲，人日本的教育，因的人民的素养是偌悬，人的国土的建设，你甲像讲咱遮足简单的道路就好，毋免讲到遐济，道路，人个空地啊，敢是空30公分。 我拜我买来的时阵，
拜我们，阮头前迄撮路，拄啊，伊选举要到吼，啊，足久啊，我毋知影来偌久，无空点啊加，迄拢憋气啊，啊，结果哭起来安尼尔，吼、啊，啊，你啊想讲，人日本是过了十年，毋免阁乌咯，安尼点啊加，扛，苦有够高诶，人迄路安尼行着，平平坦坦。司機開車，人足小心，嘛袂超速，這就是教育。啊，咱遮毋是，阮頭一年去吼，啊有若有落雨，啊司機吼就伫咧骹踏板要落来，有人車有人巴士要落来，啊厝一个坡啊，吼驚咱不得，吼、哦，啊拢徛伫边啊，吼、哦、若暗时落。我们话，我们是足好嘞。啊，那咱只游览车，那去到观光地区，第一个做啥？无六个来饭人煲嘞，啊，迄个香点嘞，就伫遐煲啊，啊，喷到规涂骹。吼、哦，相信大家有去佚佗，你就知影，是毋是拢这个情形？这就是教育，人遐得教，你也看。你伫饭店还是游乐地区，你要看到分叉啊，一个保特瓶含伫涂骹，足少，几乎看不到，吼、哦。哎，啊，这个吼、哦，我简单，较等下咱会看一个影片啦，吼、哦，是因咱这边这个游行的影片吼、哦。这个各样关系合并的，诶，这个。经营就是讲五都的选举吼，五都五都咱拢知吼，啊各县市咱合并嘛吼，台南甲台南市，吼台中，吼台中县市，吼拢会当合并，啊你台北县甲台北市，嘛会当合并嘛，敢是？会使袂？袂使，吼。台北县为什么它还阁用一个新北市？这就是恁今日要来这个目的，上初级班上解，爱去了解两点，吼、哦，这样命袂当移转主权，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这个就是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台湾的首都伫个台北市，吼、哦，伊是流亡来伫台北市，所以讲伊袂当。台北县甲台北市合并，如果若合并，就叫做就地合法，遮就拢总会当合并啊。吼、哦，啊，所以是伊爱按照这个国际法来，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的原因就是伫遮，并毋是讲台北县哦，伊是人口数向济，那是废话，迄毋是安尼的讲法，就是伊袂当就地合法的原因。啊，咱拢唔知道，甲咱糊弄乌龙西岛，哇！迄个台北县哦，人口数安尼伤过济，哇！安尼个设个新北市，错了，哦，就是安尼，哦，啊，这个安倍哈、哦，这是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哈、哦，这咱看过就好，哦，啊，你像阿辉伯啊，台湾，哦，有对日抗战吗？哦。这是伫2024年吼 ，A 六版吼，阿辉伯嘛讲，看到乌面啦，吼、哦，看到鬼。你若70岁以上，就知影这个历史，咱到底是啥物人？伊是受日本教育的人呢？阿辉伯这样呢，伊足清楚，但是伫迄个当下。伊未使讲，吼、哦！啊，咱秘书长伫两年前，他嘛有甲伊讲，你要把真相说出来，吼、哦！所以讲伊伫日本有讲，吼、哦，这个真相，吼、哦。那个曹顺，你给他放那个东森的报道，吼、哦，那个，咱来看这东森一报的对待民间伫这边游行，吼、哦。游行活动借由微信游行向人民宣告马协会之后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
行的诉求是由人民的政府所诉求，但台湾民政府的游行呢，是对台湾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的一个宣告。这场游行队伍从光复南路出发，经过忠孝东路，再转向林森南路，接着往青岛东路走到中山南路，最后在终点自由广场集合。透过大规模的上街游行，主要诉求要让台湾国际地位被世界看见。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在知道发起之后，全部都站出来，全台各地每个中万人以上在这边集合。机会游行是民主主义国家一项重要权利，用合理理性的方式，希望也能让想要表达的诉求得到共鸣。多森新闻刘文顺、刘佩涵在台北报道。你有看这个头啊？记者在报，这是一个歌手节，要讲像这个英雄，因为我伫民进党二十六年，我知影街头运动，包括我这头发尖、剃十尖，这嘛是。较早是民进党在英雄是一片散沙，无组织啦。敢讲像咱这个？这个有组织咱的队伍，咱嘛都讲的，迄阵拢在发，发要冲就来冲，你搁甲想，为虾米？咱在游行这个当中队伍，无迄个当局用水车在喷，太阳花，民进党在游街的时阵，是毋是拢派水车出来？你甲看，咱的数据。是伫全球上好的诉求，就是静静的游行。啊，因看啥？看迄个兵啊，咱举的六个诉求，因就知影。迄天我徛伫头前，伊台南州就是伫这个咱的黑熊的后壁第一个。所以讲我看了足感动的。囝仔人、少年仔，甲两边。唔捌听侪人，因为咱这边的游行的路线，咱规划好势，所以讲要游行，这个路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无商圈、无人的所在，上边甲你看，搁伫迄个青岛东路遐，脚底三步一，亲身都会甲你握手，非常辛苦，伊多徛伫外边啊，多咱迄个。主办单位吼，台北州诶，这个副秘书吼，来寒暄吼，非常辛苦，三个人诶，脚顶诶，迄足大诶。伫阮进前吼，伫台北州伫游行吼，就是彩排诶时阵，脚顶受到这个命令，顶是上级的命令，直接下命令。这边的游行一定要配合台湾民政府，就是因这交管拢爱配合。所以讲，咱的旗啊，咱的旗啊，尤其是阮台湾州吼，我上摆见过就是三个头旗，七旗啊，三点钟拢就放落来。偌济人在翕相，迄就是代表咱的公民。拿三支旗啊，就是台湾民政府、日本旗、甲美国旗这三支旗啊。你若伫咧游街的当中哦，你的心内感觉沸腾、震撼。你若像讲到立法院，立法院的旗啊，迄几百个警察拢出来伫外口，然后嘛不能来抢你的话，咱哪有样无？所以讲话。TBS 东升台视中天，为人无去翕到，伊讲咱是当要游行尔，伊甚至政报出来嘛拢无翕到，可能讲咱会伫自由广场遐过来跳一届，结果无，因线拢拉好啊，结果我们解散了，所以讲咱要阁行一届，要行一届，是咱每一个州。一百个，选一百个，到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咱拢叫吼，安尼嚼好嚼嚼，拢总穿西装、地服啊，迄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正规军，
咱是有组织，咱要甲伊行一届，都互伊看。啊、哦，但是伫这个12月，啊、哦，日期还没有定，啊、哦，但是我们确定一定要去行一届，哦，留下历史的纪念，互因知影讲，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乃将有高规格、高水准的积极的团队，这是因。话因三因局长讲，我从做警察到即阵，我嘛爱捌看过讲有一个组织安尼，局长家己亲身讲，吼、哦、啊，所以讲咱绝对一定有信心，吼、哦，吼、哦、啊，我伫遮吼简单啦吼，伊拢拢讲法律，话有时咱会听了安尼，感觉较无聊。哦，啊，我简单介绍哈，咱的养生之道哈，会当改变咱一生哈，的这个健康。我请咱在座是不是拢饭后食水果？对哦，哎，咱若说尴尬，其实唔对，爱饭前食水果。哦，你像我早透早起来，哦。我就拢伫厝，我有炸一只苹果来，吼、哦，啊，因为我较爱食苹果，吼、哦，所以讲我用苹果，吼、哦。你起来的时阵，你甲，吼、哦，咱遮也好，伫厝也好，温开水，吼、哦，头300cc， 啊，若是较最大话，你用500cc 也可以啊，吼、哦。啉落就是先甲胃叫醒，了后你食水果。食苹果、食芭乐、食香蕉、食奇果拢好，水果拢好。啊，因为啥要食呢？水果内底有含抗氧化，吼、哦，抗氧就是讲将咱体内的毒素，吼、哦，会给它排出去，吼、哦，这是足好的养生之道。啊，你若拢继续像安尼食，吼、哦，啊，你透早这个动作做完了后、哦，一点钟过，你若食你喜爱的早餐。早饭、中昼饭食较好，食鱼、食肉拢外记。但是你暗饭，咱无咧运动，食较素诶，毋是讲完全拢食素啦。较早食，啊食到6分饱、7分饱就好，青菜加食寡。因为暗时咱无啥运动，是会当互咱诶胃得到休息诶即个空间。你若讲咱规24小时，安尼拢总无休困，卖讲啥个，咱上晚间个课，咱就感觉足忝吼，想要来休困一下。更何况咱个规24小时，安尼长时间拢无休困，安尼袂使。哦，啊，尤其是夜市、暗时卖去食宵夜。哦，安尼你敢知影？知影这个意思？你若暗时食宵夜，所谓的宵夜，吼、哦，宵夜就是讲哦，好，你到12点就好啊，吼、哦。咱腹肚枵嘛，食宵夜，但是你食，哦 ，barbecue 啦，还是食啥物西米面啥物，一定要食着饱。啊，你饱，咱胃敢会当第时间消化？袂。所以讲，第四你透早起来的时阵，伊胃还搁在消化，拢总无休困。到有一天，胃癌绝对来找你。哦，这就是简单，因为我不是专家。哦，但是安尼的运作之下，嘛是当减肥。饭前食水果，唔好饭后食水果。你饭后食水果，水果是顶顶管，伊会发酵，容易发酵。你若食水果，食饭饱食水果了后，你会足想爱困，就是这个原因。即简单啦吼，咱看一下就好吼。全球70亿吼，啊，台湾有2300万人吼，既然有三项拢第一名，是啥物货？癌症第一名，吼啊，细心糖尿病，吼，即都是拢咱食食食，食了无好，就是讲即个执政者伊甲即个食安无去甲控制。哦，咱食塑化剂啦，食迄个地沟油啦，哦，
咱拢是安尼，或者无良心的，吼，或者的政治家，吼，这拢甲政治有关的，吼，啊，所以讲，咱即卖咱就是，今仔来上课了，咱来知影讲，哦，啥物叫做政治，咱来做清楚，吼，哦，啊，这是旧金山吼，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签约日啊，生效日哦是4月28晚上的11:30哦生效。即嘛，这个足重要哦，啊恁嘛爱家记起来。啊，你如果无记起来，我见你老学生得会当扩登去哦，啊还是讲登去了后哦，伫咱的官网啊，哦咱会当阁放出来看嘛，嘛会使吼。主权，吼、哦，在我要讲的之前，我先讲一个简单啊，吼、哦，过去台独联盟也好，吼、哦，咱这要主张台独也好，为什么拢要台湾讲吼，咱就爱独立？啊，为什么才会当独立？讲到爱台湾人吼、哦，做一个领导人，吼、哦，当然当。错了，你若想阿辉伯啊，做13年，煞嘞，淡水扁吼阿扁啊，做8年，拢总连线，即21年当中，敢无当咱独立吗？如果来当独立，足早就独立了。啊，为虾米咱袂使？就是出伫遮，吼、哦，即个伫心态拢内底吼。190页内底有，但是我把伊整理出来，这是足济吼，啊，但是内容无啥相同，我把伊整理做，甲恁做一个解说吼。主权的定义吼，权力吼，甲名利甲主张，包括这个义务吼，这个义务就是领导主权的义务吼。来，咱个。讲一个吼，细明者，主权就是等于主导权。第二就是完全的主权，就是等于地上物的主导权，甲土地的主导权，吼、哦，啊，嘛会当讲是权力的主权，甲领土的主权。第三就是主权权利甲主权义务，这个爱是领土的性质正有。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 加 obligation 吼，即个 obligation 即是一个义务吼，天皇用即领土主权的义务。来，即咱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的 B， 旧金山和平条总共有27条。哦，每一条拢总是严严严写啊足清楚，台湾无交予中华民国，包括中国。所以讲，恁若伫个甲亲戚朋友伫分享的时阵，恁会去讲着讲，啊，中国伊敢要办无？你会当来做一个解释，即甲中国完全拢总无关系。伊今日，你若讲有关系，伊咱即摆三军嘛无三军的即、這个，迄个统帅嘛吼，对不对？拢一直裁军嘛，一直裁军。啊，即、這个你若要来统治，就上解简单啊，吼、哦，直接去办就好啊。但是为啥伊咱毋敢？就是遮个问题，吼、哦。第二条。啊，这条法第二条又讲 B 哈，鸦片为人是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啊 ，Formosa 就是包括哈，朋友，日本政府已放弃台湾的权力名义，甲主张，这个 claim 这个哈，这就是宣誓权、宣誓权。为什么咱来放弃三项？来，咱个这等下咱个做单解说，哦，咱个来看。哦，比较意大利，哦，意大利，
哦，伊个条约嘛足长吼，第二十三条，吼、哦，意大利为咱的是 all right under title to 索马利亚，哦，啊，这拢是领土的问题，吼、哦，伊为啥物爱放弃这两项，吼、哦，啊，咱爱放弃三项，啊，敢有四项？因为意大利伊无索马利亚的领土主权，所以讲伊爱放弃全部。啊，咱日本天皇伊有台湾一块领土的主权，吼、哦，就是1945年四月初已经合并，伫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领土你就割袂出去啊。所以讲，咱来放弃这个权利，这个权利的宣示权，吼、哦，咱来做一个解释。比如讲，政府有权利，对不对？吼、哦。比如讲，那伫阳明山好山好水，哦，我叫你讲，哦，哎，伫这个领馆处开垦一个公园，是不是政府有权利？哦，比如讲，恒春垦丁嘛收购，哦，这就是权利。咱就是爱放弃这个宣示权，这个宣示权并不是讲领土主权哦。不是领土主权，这个就是叫做日本政府的管辖治理权。安尼拢搞不清楚，结果是讲啊，拢放弃啊，主权管理啊，就是全部拢放弃，包括领土拢放弃啊。所以讲要独立，无可能。啊，咱今仔伫遮，这个所在我会去浪费一个吼。哦不是讲浪费，就是讲搁加一撮时间，甲大家说明、解释了清楚。这个可能，咱如果放弃这个管辖权了后，咱日本政府吼、哦，并不是放弃台湾的这个领土的主权，伊可能袂当讲话。麦克斯解讲，你常常你袂当管哦，这个政府的这个工作，你就是讲，甲伊这个哦，权力甲伊调开，实权甲伊调开，你袂当讲话，啊由这个人民所组成的这个政府哦来管理，啊所以讲，这个首相伊是放弃这个政府的管辖治理权。这个领土的主权还在天皇，吼、哦，在手里，吼、哦，所以讲美国伊有占领权，吼、哦，咱这个拜五来上课的时阵，咱唱歌，吼、哦，三条国歌完了，咱有咱的主张甲立场，对不对？吼、哦，就是讲美国总统伊有这个责任，吼、哦，按照咱国防法，吼、哦，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伫遮来。包括四月七，吼、哦，这个飞行机、战斗机，你要休队，就是要休队；要对降落，就是要降落。所以讲，它是有占领权，迄、那个占领权是美国说了算。哦，啊，天皇只有台湾这边的领土的主权，伊要放弃，是放弃迄个管辖治理权。安尼恁听有无？哦，是管辖权俩。所以讲，你要。主张独立是无可能的代志，你爱问看天皇有答应无？问看美国总统有答应无？啊，即个咱台湾甲澎湖即个占领权，就是由罗斯福哦，啊甲历任的总统，咱拄仔看到遐总统的相片，就是历任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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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到奥巴马。就是安尼关系，吼、哦。来，啊，我即摆阁甲你做一个较详细的解说，吼、哦。台湾民政府甲美国军事政府的关系，咱拜六礼拜，伫天日大门，恁入来，恁的正手边。迄、那个台语叫啥啥？台湾政府对不对？但是你去拜大门，
吼、哦，要到办公室遐，要交钱，迄、那个大门入来，遐写台湾民政府，对不对？伊迄个匾额遐遐写着台湾民政府嘛。啊，有个人讲，啊，这你遐写台湾政府，啊，入来阁写台湾民政府，啊，到底是台湾民政府还是台湾政府，搞不清楚。哦，啊，我伫遮甲你做一个足详细。足正确的解释，吼，安尼来听好吼。美国军事政府的架构下，台湾民政府正式台湾民政府整个全名就是台湾群岛还是列岛美国民事政府，爱相等，安尼五一咱就一列清楚啊，都相等，哦，所以讲我们简单，哦。改做台湾民政府，啊，这个民事甲军事有啥物差别？军事政府伊的责任就是保护这个岛属，咱台湾岛属的人民、财产、生命，包括国防，吼、哦，这就是军事政府伊爱做的。啊，民事政府，民政府要创啥？因为咱伫遮样的时阵，咱爱伫当地，咱爱家己成立一个民政府，啊，这个遮样者，吼、哦，就是美国伊爱来甲咱承认，吼、哦，叫做民事政府。民政府就是管理咱的内部的内政，吼、哦，包括咱的立法、司法，这個，但是美国伊袂当甲咱干涉，遮样者袂当甲咱干涉。如果咱只像这，这个军政时期，哦，咱有三个时期嘛，哈、哦，军政，啊，过来，训政，对不对？过来，宪政，这三个时期，啊，咱今在从啥？咱今有在训练无？今嘛就是军事政府的时期，咱今嘛开始训政，咱开始训练，哦，包括咱台湾有六个州。哦，五十个军，哦，啊，咱嘛中央嘛参政议员第二届啊，已经拢编制，哦，拢做 OK 啊，哦，即嘛嘛开始开会，啊，这个宪政，咱伫第一届当中，咱已经有制定咱的基本法，台湾基本法，恁伫高级班的时阵也会分一张，哦，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法案是上过美国三届。信过头一届的草稿是袂使，恁这对着标的袂使，佮拍倒转来。第二届佮送过，修改佮送过了后，佮某部分袂使，哦，佮送转来。第三届过，当通过，通过了，咱当发出来。当各位，咱就是照安信过了，逐条审过，哦，包括台湾民政府执行了，咱来发两条，这已经拢信过了。第一个。公务人员贪污，查到事实，三天了就清算。其他犯罪就是变成两条法律。哦，你若想讲做贼也好啦，偷摕物件，这个歹习惯。哦，啊你变成讲一个，甲讲三个拢相同。你讲一个，可能在听一句话话。啊！你唔当讲，袂当讲，哦，要倒来找恁去呢？你拢无法度人倒，你著爱拍。啊，咪袂当坐，就是拢拍伫遐呢。啊，咱无感觉，哦，嘛免甲你关倒去。哦，你若嫌热，哦，就去用电风扇、冷气互你吹。食了一摆，就去想办法来煮较好互你食，拢唔免倒去食家己。哦，啊，较早人讲倒去家顾牛屎，即嘛无哪牛屎当啊顾，哦，倒去恁厝内来照顾。安尼，咱个犯罪率慢慢就降，就像新加坡安尼，吼、哦，对，吼、哦，啊，即嘛，即个军事政府，吼、哦，加即个民事政府，咱个民事政府，咱所有咱个法律，包括咱个人民，吼、哦，咱拢都按部就班，已经都正常，吼、哦，上轨道，就是讲咱个运作拢都甲国际化，拢都正常啊，军事政府。有两个单位，伊也宣布，
要撤退的时阵，有两个单位，第一就是美国总统，第二就是国会通过，由这两个单位任何一个单位宣布讲好，伫台湾这个所在，吼、哦，美国这个军事将领撤退。那撤退了后，这个人死无，伊就退掉。啊，若退掉了后，咱的新闻前迄四字是写啥物？哎，啊！恁新疆新闻前的，恁怎拢？恁无看啊？台湾政府，哦，迄个人提掉，就是变作台湾政府。所以讲，恁记白，恁遐写台湾政府，甲民政府这个由来就是安尼。咱遮内政若拢处理好，拢总 OK， 啊嘛拢总人民。诶，这个民主意志，大家拢有迄个共识了哦。哦，伊这个面会提掉啦，啊，提掉就变作这四字台湾政府。所以讲，咱的新闻就直接就用台湾政府，唔免阁做一届。哦，安头了解哦。哦，来，这个是咱简单吼，因为时间无解决，咱简单讲下这个国际战争法哦。就是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吼，这是美国吼陆军教战守则吼第六章第一条第三第一节第358条，吼，所延伸出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美联国吼和平公约的第47条，这拢有根据法源的，唔是讲咱乌白讲的，吼，咱拄啊必须对嘛讲啊，啥物叫做战争法？当然，这个美国吼、哦、第五条，这个美国的教战陆军教战守则，那就3000多条的判例啊，吼、哦。这在咱的新台湾论内底吼，应该拢找到吼。后、哦、来，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如果乃当移转主权。这些国家拢叫做美国，哦，啊，这是对1830年到1840年，哦，以后就是讲拿破仑在迄个时代，伊占着占地为王，占着都拢伊的，但是安尼对迄个年代过来了都袂使，哦，都有迄个万国公法规定，哦，将领袂当移转主权，哦，啊，那如果会当移转主权，那移进美国。的军力，你来看是对一个国家这么名义，哦，对不？哦，所以讲也是要按照这个法理了哈、哦，法理。来，咱今麦过来讲的流亡政府，哦，伊的定义是啥物？这个定义就是讲对伊家己的领土，哦，流亡到他国的领土，但是伊袂当伫伊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记一个咧，哦，法国当阵时被德国哦战败时阵，伊流亡伫伦敦，哦，英国首都叫做伦敦嘛，哦，叫做 伦敦，哦，彼时嘛相同，哦，流亡伫这个英国的伦敦，哦，韩国一直1904年的时阵，哦，就是伊的这个总统，哦，被政变，哦，啊由这个伊的首相，哦。就是将管辖治理权，吼、哦、来交予这个日本天皇，啊，所以讲伊首相也一个握有这个领土的主权，这是无共的哦，这跟咱是无共，哦，所以讲韩国伊会当独立，啊，为甚物咱会当独立？嘛，一寡台独，哦，我咧讨论时阵，伊嘛讲，嘛韩国跟咱是相共，迄是完全无共，伊首相他还有握有。伊个领土个主权，哦，所以讲伊流亡伫中国个上海，哦，叫做克里亚上海，哦，啊，中国，哦，流亡伫台北市，哦，台湾是台北市，吼、哦，叫做 Chinese government in Taipei， 吼、哦，韩国是伫第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个第一条。A， 伊就讲着，天皇爱将管辖治理权来献予韩国，所以讲韩国，伊伫
中国的上海直接回来，这首相回来，所以讲伊有握有这个领土主权，伊就当宣布独立啦。哎，啊，这是咱伫2009年吼4月7日的这个判决吼，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有这五个吼，诶，这个判决啦吼，咱简单看一下吼。哎，哎，台湾民政府吼，就是伫2008年2月2日吼，咱成立吼台湾民事政府。这就是刚才我们秘书长所说的国际战争法、战争法的体系，就是这五点。第一，海牙第四公约就是1907年。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这是跟战争法的部分有百几条的这个判例。第三，就是红十字会的总章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哦，像咱这边，咱那个医疗组、有限医疗组，是不是这个肩章？哦，背啊有一个十字红色的。这个国际红十字总会嘛，相同战争。哦，虽然咱冇参与战争，但是咱有做过兵，咱也知影义务兵。义务兵伊是咧创啥货？哦，伫战争诶当中，伊会当哦救助伤患，但是义务兵伊有一个特色，哦，就受这个国际红十字总会哦有这个规则。你义务兵吼，不管你是敌军还是盟军，你拢爱救。如果你若是刻意去甲伊拍义务兵，迄有指挥官知影，还是你个连长啦，还是干部知影，当场伊就甲伊枪杀。哦，这是红十字总会诶有关战争法的部分啦。哦，这是一个判例，哦，惯例，哦，是个惯例。哦，啊，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哦，有关战争法部分，这有百几条判例。啊，这个美国陆军总史吼，也占手册内底就3600几条的判例吼，这个上侪。安尼，这五项搭起来，咱咧讲的战争法，战争法就是这样，包含这内底吼。来，咱即摆搁较详细吼，较了解，因为恁是初级班，要甲伊讲较足深，可能恁无法度及时的会当接受遐侪。但是恁要有基本的概念，哦，咱初级班要学的就是学这，你要有基本的概念。你有这個概念了，你到高级班，你在上的时候，你讲哦，这是初级班，哦，这江苏过过，哦，咱就知影，啊，咱就会当捌较济。咱若捌愈济，咱会当对咱本土台人，只要唔捌的，咱来改做一个解说，哦。蒙特维多公约内底有讲，国家有四个要素：第一，领土吼 （territory）， 你要有完全的领土。啊，这个咱今敢有完全的领土？咱这个领土是啥呢？嗯，对啦，黑龙啦，是日本天皇的，爱知影吼？因今个这个日本。这个是伊宪法有修改过，吼，麦克斯来修改，这个是新日本，吼。第一，高等要有政府，啊，这个政府呢，咱即摆这个政府唔是咱的政府，吼，是流氓政府，吼。人民，吼，这 people， 这个人民，啊，咱是啥物啊？咱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吼，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吼、哦。第四点就是讲，你一定要有制定宪法以及外交权。你若完全这四项，那拢总是有准备好，有符合这个规定。我甲你讲，你唔免去申请要入联合国，联合国主动
伊就来邀请，哦，甚至咱伫上尾届十四届，哦阿扁啊，迄阵，伊用一个啥物？用一个台湾人民共和国，敢用这个名来看，要入联，啊，结果联合国的迄个秘书长，就是迄个韩国的迄个潘基文。啊，应该是潘基文吧，啊，迄个秘书长，伊看嘛，哎，到这个，我人唔知影有这个名，哦，我甲看咧，就是 ROC 嘛，哦，中华民国，啊，你是一个流氓政府，这都已经拢规定甲做好势，啊，你去翻查你个历史，所以讲，整个伊文要甲贴，就是贴，甲贴去。是有，啊，等下伫桌仔顶个啦，讲，就十几届啊，啊，甲恁讲，恁就讲袂听，吼，哦，所以讲，这爱有蒙特公约吼，伊整个上面叫做国家的这个要素，你爱有符合，吼，哦，你就可以进去，吼，哦，啊，这个开罗宣言，吼，哦，甲这个波茨坦宣诶公告，这拢是地名，啊，因为今日这个时间吼。哦讲了有较重，啊，所以讲咱要剩两分钟尔，啊，要讲吼，可能爱搁几啊分，吼，哦，后来讲诶，这就是简单，咱以一个咧公司甲公司要签约，吼，哦，伊有一个说明会，吼，哦，甲这个意向书，了后就是按照条约合约，吼，哦，来实行，这个诶意思就相共，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你所讲的拢是拢有，但是最后以啥物为准？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准。所以讲，所有开罗宣言也好，波茨坦公告也好，伊所讲的拢爱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伫旧金山和平条说了算。哦，这拢是按照美国哦，诶，这个国会通过等同。迄，那个宪法，所以讲，咱拄好看到迄个影片，吼，哦，咱有用迄个影片，马习会了后，就是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定台湾国际地位，台湾的地位，吼，哦，啊，非常感谢我今日讲到这，好，谢谢。请各位同学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讲师戴文。